搿两天，一部由上海美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叫《中国奇谭》，相当火爆。迭部动画片播出三集之后，辣辣某平台的评分居然达到9.9分，可以感受到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对于搿部动画片的喜爱。通过几张画面的截屏，大家可以看得出迭部动画片的制作相当用心。但是搿两天呢，搿部作品因为被家长举报而上了热搜。关于举报的内容，大家可以上网去搜。我只想讲一点，迭位家长讲动画片是拨儿童看的，阿拉小人看第一集的辰光就被吓得来哭出来了。哎，我倒也弄不懂了，现在的小人又不是哥哥了，侪聪明来些的呀。喏，阿拉儿子现在幼儿园中班，我每天允许伊看半个钟头电视，动画片、爱情片、惊悚片、武打片、战争片随便改。哎，伊只改动画片呀，一只动画片刚刚夹出来，伊觉着不好看，马上叫我调脱。哪能会得不欢喜看，还要继续看，还要看到自家哭出来呀？这个情况我倒觉着要到医院里去看一看了。要么拿小人是一边抱了手里向缩了奶奶头，一边看电视啊？搿伊看了哭出来，可能勿是因为动画片不好看，而是看了太紧张了，一口奶噎牢了。哎，我再讲转来了，啥人规定动画片只好小朋友看啊？阿拉楼下头个老阿奶奶天天要看动画片，动画片里向角色认得了比我还多，人家活到95岁，精神好得来不得了啊！所以举报动画片的家长真的是觉着动画片有问题吗？我这回到动画片网站高头看了一看，原来搿两年被举报过的动画片勿勿少少啊！首当其冲的就是奥特曼，举报理由过于暴力，不但要告小朋友打相打，还要拿家长打相打。奥特曼勿好拿家长，连光头强也勿好拿家长。有家长举报动画片熊出没，讲光头强一天到晚拿了把铁架到自家木头，破坏生态环境，对小朋友造成不良引导。搞到后头，光头强只好改行了，像爸一样拿了面小旗子带大家到森林里向旅游。森林里向也勿太平，灰太狼要追羊捉羊，还要伤害羊，又被举报了。讲小朋友看好动画片要模仿灰太狼和喜羊羊追来追去、奔来奔去、捉来捉去，价值观太高，安全有问题。哎哟，我倒也买账啊！哪怕不看动画片嘛，那小辰光没白相过老鹰捉小鸡啊！哦，搿么勿要奔，勿要追，勿要伤害，小猪佩奇算得温柔了吧？迭个伊拉还要举报哦！讲小朋友看好动画片要学猪鹿叫，还蹲辣屋里向叫猪爸爸、猪妈妈，勿尊重爷娘。呵呵，搿能介个爷娘尊重哪能够啊？第三根想拿伊拉拱起来算了。照道理举报现在动画片的爷娘跟我侪差不多年纪了，哪能㑚小辰光介许多经典动画片一只也没看过啊？喏，像啥个七龙珠、圣斗士、魔神队、斗士、钢铁神兵、北斗神拳，阿拉就勿去谈伊了。灌篮高手来三吧，哦勿来三个，樱木花道染头发个，美少女战士来是吧，哦勿来三，一年四季穿超短裙要得关节炎个。算了，外国动画片太奔放了，阿拉讲国产个吧。邋遢大王又龌龊巴拉，勿讲个人卫生。葫芦兄弟又一帮子妖怪欺负小人老人，打死个穿山甲还是国家保护动物。黑猫警长里向有一集又吃个螳螂，拿伊拉老公也吃脱了，吓人哦！现在想想小辰光《西游记》把阿拉看了介许多遍，真的是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喏，讲到此地，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动画片的问题？相信了绝大多数朋友的心里有自家的答案了。